我记得因为他演唱会的时候，前一天有一个女生无偿浪票，那大家在想为什么，那结果是因为他那时候住院癌症。那时候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 Coco 会知道这件事。那他的第一首歌，他就是先打电话给那个粉丝，一起为他视讯祝福加油。就是当下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，大概过了大概五分钟嘛，就是开始哭这样子，就是每天连续哭了一个礼拜差不多，就是有感觉到他可能好像有点累，状态有点不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，但是不知道说原来他过得这么的辛苦。他永远带给人家很快乐的能量。其实从他离开到现在，我已经每天都在哭，然后对对对，所以其实那是感觉失去一个很爱很爱的家人，所以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磨灭的。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，只是想跟他说你真的太傻了。我们这次追思会的话是只花一个礼拜的时间，那就是由零到有。然后我们粉丝的话，总共大概是20几位，义工成立志愿小组。我们有选 UNI， 因为 UNI 这首歌的话是 Coco 李玟当初送给我们所有粉丝的歌。那时候刚开始看到的时候，原本以为是假新闻，那其实大家说真的，到现在还没办法接受。那包含今天大家集合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是泪流不止。其实在 Coco 那时候出事之后，我有在网络上就是集结大家集体默哀，那很多粉丝他们就是有私讯我，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这边台湾粉丝看我们能够帮 Coco 做点什么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个追思会。因为 Coco 喜欢淡水啊，其实我们几个粉丝的名字他都记得，那像他每次来台湾，我们大家也会买一些他喜欢的美食给他，那他也会开直播，然后回应我们大家，对，就是蛮宠粉的一个明星。对，我记得因为他演唱会的时候，前一天有一个女生无偿浪票，那大家在想为什么，那结果是因为他那时候住院癌症。那时候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 Coco 会知道这件事。那他的第一首歌，他就是先打电话给那个粉丝，一起为他视讯祝福加油。对，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就是当下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，大概过了大概五分钟嘛，就是开始哭这样子，就是每天连续哭了一个礼拜差不多。这一路上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说过他的辛苦啊，还有说他的其实说这一段期间很低潮，反而这是让我们身为歌迷最觉得难过的地方，就是有感觉到他可能好像有点累，状态有点不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，但是不知道说原来他过得这么的辛苦。我应该追了他20几年了吧，对，从他出道就非常喜欢他，他是我唯一追星过的女艺人，他永远带给人家很快乐的能量，太多太多，几乎每一首歌他我都会唱。那我们也跟朋友们就是约定了，就是要开 Coco KTV， 然后就是整场只唱 Coco 歌。其实从他离开到现在，我已经每天都在哭。然后，对对对，所以其实那是感觉失去一个很爱很爱的家人，所以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磨灭的。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已经离开了。他是一个这么正能量、这么有，就是永远带别人笑容的一个正能量，然后又有善良又孝顺的一个女艺人。那为什么会就这样？只是想跟他说，你真的太傻了，怎么人生可以因为这样的就放弃这么美好的人生和这么多爱你的人？你知道我们有多痛吗？那种痛是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
对对，所以我今天有答应老公不要哭了，结果我还是沿途哭上来的。主要是来送他离开，然后希望他一路好走，没有病痛，不要再受忧郁症的折磨，然后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爱他的人，我们一直都在，永远都会记得他。他真的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追星过的艺人，对。